天天不要间断，那我们的效果决定超过廖凡先生。下面他接着说，十方从离间案入观，未及回向，根深难还，实情性空慧空主上人，就东他禅堂回向，随其求子愿，亦须行三千善事。心思生难天启，那么这是叙述。他前面的三千桩善事求功名，他考取了这个巨人应验，但是用了十年时间。那么接着呢，再许愿行三千张善思求儿子，很难得。他是46岁的时候，庚辰是46岁回来之后，请性空慧空这些出家的法师在这个东塔禅堂回向十年，把三千桩善事做成功了回向之后他又求生子的这个愿望，也许行三千桩善事这个效验也很快。到第二年，新四是第二年，了凡先生47岁生第一个儿子天启于心一事，虽以必记，如某不能书，每行一事，这用薄毛管应以诸圈于烈日之上因为断卧修善呢有这么好的效果，那信心就增长了，行善呢就愈切了愈恳切了。那么换一句话说，断卧修善是越来越顺利，效验呢越来越显著。他每一天这个修持还是用功课歌记在功课歌里面。如某不能书，这是他的太太太太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做一件好事，他就用五毛管蘸着朱砂，朱砂是红色的在这个日历上印一个圈这一天做了一桩好事，用这个方法来记下面呢再举例，或施舍贫人，这好事情，看到贫苦的人自己布施一点饮食给他们，或买命放生这个放生是机缘，不要特意去买每天到市场去买菜，看到很活泼的这些动物买了之后它确实可以能活得下去，你就买。如果看它这个样子买下去放生它也不能活，那你就不必买了所以每一天呢都遇到的时候就随便买一点，买了之后就放生。像这样的好事是一日有多至十余圈者，可见的他做得很勤很认真在做至癸未八月癸未年，了凡先生49岁于前面这个根生法院呢到癸未4年
前面三千桩善事十年完成，第二次发愿做三千桩善事四年就完成，可见的是越做越顺利啊。那么父亲性空悲，就家庭回向，他做得很如法，也很认真，按照规矩去做，这个三千善事做好了，请法师这一次在家里面回向，诵经回向。九月十三日，这是同年，九月十三日，复起求众敬寺院，他的口味也越来越高了，这是希望众敬寺。敬寺在古时候学位里面最高的，虚心善事一万条啊，丙申登第，丙申这又过了四年，许这个愿之后，四年之后果然登第了，考中进士了。第一年，了凡先生52岁，受宝笛之幸，中了进士之后，这个朝廷就是分发他到宝笛县的去当知县，他在宝笛这个任职的期间呢，有7年，就是1586年到1592年，这个7年呢，他做宝笛知县。那么上任之后，他说，余置空阁一侧，名智心品，晨曦坐堂，家人系服门仪，至岸上，所行善卧，先息必记。晚呢，则设桌于庭，效照月道分享高低。了凡先生做得确实不错，很认真，很如法，做了知县之后，他就准备一个本子，这个本子是空格的，题名叫智心篇，对治心里头的恶念呐。每一天早晨起来坐堂，这个坐堂就现在讲的上班，办公的时候，那么他的随从就把这个本子带去，交给这个办公室里的人员，伺候他的这些人，把他放在办公桌上，他每一天所做的善恶全部都记下来，晚上呢，在庭院里面设一个案桌，仿效照月道。赵月道是宋朝时候人，宋仁宗的时候他做御史，为人公正无私，所以当时称他做帖面御史，他每一天晚上都在庭院当中摆香案，向上帝祈祷，把自己一天所做的善恶都写成书文了，好像报告上帝一样。由此可知这个人的大公无私，绝不隐晦自己的过失，也用这个方法了断恶修善的，天天如此，这个很难得，
换一句话说，如果是见不得人的事情，不敢向上天说的事情，他决定不敢做。不但不敢做，念头都不可以生的。因此他到晚年这个断卧修善的效果越来越殊胜。他乳母见素心不多，这贫粗曰：我前在家相助为善，故三千之粟得完。他说经许一万，崖中无事可行，何时得圆满乎？这是讲天启的母亲啊，也就是他太太啊，看到在这个县衙里面县衙就相当于现在所讲的县政府在县政府里面没有什么善事可做从前在家里面常常跟街坊邻里走动做善事容易现在做了官了这个是知县的夫人，走到哪个地方都有人接待。换一句话说，没有机会给你做善事了。于是他很忧愁，很忧虑你现在许做一万桩善事，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得完？这是提醒了了凡先生。了凡先生听了这个话也很懊恼那他有感应，就是夜间呢偶梦一神人，余言善事难完之故，神曰：只见良一劫，万恨俱完矣这是感应，心真诚就有感应。他晚上睡觉梦到一个神人梦到一个天神他就向天神说：我许做一万桩善事，恐怕很难满愿的。这个神人告诉他：你的善愿已经圆满了，就是兼良这一桩事情万恨俱完，你就圆满了天神提醒他确实有这桩事情他下面说：盖宝底之田，这就是田租每亩是两分二厘巧。他觉得这个田赋太重了，他做了县长之后把这个田赋减轻，余为驱处减至一分四厘六毫，唯有此事，确实有这桩事情这他做县长时候做过这桩事情梦中天神知道了，心颇惊疑这个事情天神怎么会晓得告诉他：就这桩事情，你一万桩善事已经圆满了。是幻语禅师自五台来五台山的幻语禅师，这他们相识多年到宝坻跟他见了面，他就把梦中的事情呢向幻语禅师请教并且问天神讲的话可不可以相信。四月善心真切，积一行可当万善。这是依据经典理论来说的。为什么呢？善心真切，真心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你今天讲做三千桩善事，一万桩善事，十万桩善事，都从分别执着里头变现的境界你还是有范围的。
如果是真心去做呢，真心没有界限，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极小的善呢，也变虚空法界，很少人懂这个道理。所以菩萨极微细的善，那个小善它能变得无量无边，变成大善。世间人往往，你像了凡先生这许一万桩善事做得那么辛苦，小善，为什么呢？你没有脱离呀，妄想分别之主。换一句话说，有妄想分别执着，他行的善有量啊，有限量啊。如果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他修的善呢，极小的善都没有限量啊，变成无量无边呢、啊。所以说，一心可当万善啊，这是对他讲的。其实一心是无量无边的大善。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拓开心量啊非常重要。啊，我们在世间做的这个善事大小与自己心量有关系，心量越大，小行变成大善。啊，心量要非常下小啊，这个大行呢都变成小善，这个道理不可以不懂。啊，这些两句从理上讲，然后从事上说，况贺心见良，万民受福啊！你这不是一善，万善就圆满了吗？啊，你能够减收田赋，你这一线的人，农民。都受惠了啊！你这一线呢，不止一万个农夫啊，何况农夫他还有家口啊，他家里头还有父母妻子儿女啊，通通都受惠了。你这一桩事情呢，所以说公门好修福啊！啊，从前的人为什么要希求科第？为什么要希望去做官？做官容易修善、啊、你像平民要想修一万桩好善事多么艰难，你这个县长这就是一桩事情，你这个万善就圆满了。公门好修善、啊、那翻过来呢，你要做窝也容易啊、如果你嫌好这个田租太少了，我还要加重一点，多收一点税，好了，那你这一念呢就造成了万恶啊。那道理在此地啊，善恶就在这一念之间啊。在古时候，只有做官的人有这个地位有这个权势，他容易为恶为善呢，都方便都容易啊。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啊！现在这个时代了，修大善造大窝，在许许多多行业里头、啊、都能做得到啊！而最容易做到的无过于现在所讲的娱乐界、影剧界啊，传播公司这个权操作的这个权超过帝王啊，超过国家的领袖啊，尤其是现在的这种卫星传播、网络传播。如果我们传播是正面的、善行的，啊，能够启发众生、广大的群众，啊，让他能够觉悟，
啊，让他能够知道啊，断卧修善，积功累德。你这一个小时的播出，超过袁了凡先生的万善呐！啊，如果我们播映的这个节目是负面的，啊，教导人杀盗淫妄，那你这一个小时的罪过啊，就是阿鼻地狱啊！啊，由此可知，现在的人不必去求功名，不必要去做大官、掌大权，不必。哪一个行业里面，断卧修善都比过去方便太多了。啊，这是我们要懂的。啊，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在这方面可以提供我们一些方便。啊，但是这个方面有正面，有负面，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吉凶祸福啊，确实是在我们一念之间。啊，那么这个事情说清楚、说明白了，啊，了凡先生也非常高兴。吾皆捐奉也，啊，捐他的这个薪俸啊，请其就五台山斋僧一万呢。而会相之，啊，这个斋僧就是请出家人吃饭，啊，供斋，啊，这是好事情，请一万个出家人，啊，来接受啊他的供养，啊，以这个福来做回向。他说孔公。啊，算于53岁有厄。啊，孔先生给他算命呢，他的寿命直到53岁。啊，53岁这一年呢，他要死了，欲未尝其寿啊。啊，他并没有特别的求寿命，啊，求长寿。啊，他没求，40岁竟无养。今69矣呀！啊，53岁这一年，他平平安安的度过，他没有求寿。啊，那么今年他已经69，啊，这个时候啊，已经从保底知县呢退休了，啊，退下来了。那么从这一句呢，我们就懂得这个四篇文章是69岁时候写的，啊，教导他的儿子天启。数月，天难胜，命弥长，又曰为命不于长，皆非狂语。啊，这引用书经里面说，天道难信呐，啊，为什么呢？以其命之不长，也就是说，这个定数啊是会变的，啊，不是恒长的，啊，又说为命不于长，天命无常。修德为要啊，这些话都是真实话，绝对不是妄语。五，于是而知，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那圣贤之也。若为祸福为天所命啊，那是世俗之论。他对这个道理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于是要接受圣人的教诲，啊，自己要知道改造命运，要知道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个人是英雄豪杰。
啊，决定不能跟一般凡人一样啊，一生听命运的主宰，那就大错特错了啊！尤其不能造作罪业啊，造作罪业损自己的福，折自己的寿啊，这个是愚痴到基础啊。纵然你是大富大贵，你的富贵可以久享啊，因为你造作不善，你的福